羽球，德语队来台备战世锦赛教练。跟世界球后同场很新鲜，德国羽球队上周结束新加坡公开赛赛程，上周末辗转来台湾，与台湾羽球队训练，备战中国南京世锦赛。台湾羽球队教练张正雄表示，也算是帮球队带来刺激，对方感觉很新鲜，未来有机会交流互惠。德国队结束新加坡公开赛后，与世锦赛中间有一周空档，透过德籍台裔球员父亲肖维健联系，接触到国家队教练张正雄，同意对方来到国训一同训练。德国队教练基德瓦特表示，很棒的经验，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。像教欧洲训练，基德瓦特旅队来台感受台式文化与训练方式。他坦言，双方训练模式很不同，队员普遍认为练习量比平常高很多，台湾水准也明显比较好。谈到是否有任何印象深刻球员，基德瓦特表示，当然是世界球后戴资颖，可以跟世界第一的球员在同一个场地训练，感觉很特别。当然台湾男双好几组的实力也都很强。基德瓦特也热情邀约台湾队，明年世锦赛将于瑞士举行，地点距离德国国家队训练基地近2小时车程，他希望明年台湾队能到德国一训。